上级说道：“无知泼妇恶意碾碎我价值27万的自行车，结果直接被刑拘。”泼妇一家为了逼迫我签下谅解协议，居然半夜在楼上制造各种噪音骚扰我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报警。很快叔叔同志就来到了我家，真巧，还是昨天抓走泼妇的那两位叔叔。叔叔同志，那个泼妇周丽丽今天被保释出来了，他们逼迫我签谅解协议，我没同意，于是他家就在楼上闹得天翻地覆，不让我睡觉。你们听，这种情况我就算是个聋子大概也睡不着。叔叔点点头，掏出手机录下了证据，然后说道：走，我们上去跟他们沟通。于是我带着两位叔叔上楼，找到了周丽丽家，还没敲几下门就被打开了。敲什么敲？看到是叔叔，冯浩南愣了一下，连忙语气一变：叔叔同志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后面的周丽丽看到叔叔顿时心虚了，因为昨天就是这位叔叔亲手把他抓进去的。叔叔厉声质问道：周丽丽，你们一家在做什么？周丽丽果断装起了傻：叔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家什么也没做啊。什么也没做？那这是什么声音？叔叔直接把在我家录的声音放给他们一家听。周丽丽无法狡辩，于是将事情往他儿子身上推：这就是我儿子调皮了一点，他现在正是贪玩的年纪。旁边的王丽芬也帮腔道：小孩子在家里玩怎么了？难道这也犯法吗？周丽丽，你也别糊弄我，如果你想获得苦先生的谅解，你就应该拿出诚意来，你这样对他威逼胁迫只会适得其反，最终倒霉的还是你自己。王丽芬听完大声说道：我们哪里威逼胁迫了？你虽然是个叔叔，可你也不能乱说话，你这样说有证据吗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？接着老太婆有恃无恐地把周青铜往前一推：那些声音就是我孙子弄出来的，你有本事就把他抓走啊，抓他去判刑啊。周青铜也很硬气，朝着叔叔挑衅道：你来抓我呀，你来抓我呀，笨蛋。叔叔皱起了眉头，对这一家人算是有了新的认知，冷声说道：周丽丽，还有这位大妈，你家孩子虽然是未成年，但你们作为监护人，他的行为你们都有责任，我抓不了他，难不成还抓不了你们吗？这话一出，周丽丽母女的脸色顿时就变了：叔叔同志，别别别，我们错了，大不了我们看好孩子，不让他闹了还不行吗？周丽丽，注意你现在的处境，如果你还敢为非作歹，那我们也是可以终止你的取保候审，将你再次抓回去的。周丽丽瞬间点头若捣蒜：是是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看好孩子，不让他再闹了。回到家的我，本以为周丽丽一家今晚应该不敢再闹了，但是我还是低估了这一家人的无知。才过了一个小时不到，楼上的噪音又再次响起，甚至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不急不躁，先掏出手机录下证据，然后再次拨通了报警电话：你好，还是我，沙雕庭园九栋。几分钟后，两位叔叔同志又来到了我家，正好听到了楼上制造的噪音。叔叔队长瞬间怒了：这家人简直是不可理喻，老赵，跟我上去抓人。我赶紧把录好的证据递了过去，叔叔拿上证据直接冲上了楼。周丽丽，你给我出来。这次开门的是周丽丽，她还装作一副睡眼朦胧的模样问道：叔叔同志，我都睡了，又怎么了？你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你还能睡得着？说完，叔叔再次拿出证据播放录音给他们听。这时王丽芬又站了出来，故技重施：这跟丽丽没关系，是我孙子在玩，这孩子今天不知道怎么精神这么好，死活就是不睡觉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都已经睡了，是孩子自己爬起来自己玩的。这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周青铜这小屁孩还是那么的硬气：就是我干的，和我妈妈没关系，你有本事就抓我呀。叔叔队长此时完全不理会这一家人的狡辩，直接掏出手铐将周丽丽给铐了起来。周丽丽，由于你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骚扰案件的另外一位当事人，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，我现在要将你带回去终止取保候审，你们家人要是有异议可以申请复议。再次被铐上后，周丽丽顿时傻眼了：啥？你还来真的？这白天才刚被保释回来，结果夜里就又被抓了进去，那干什么还要回来？王丽芬也失去了理智，怒骂道：都是那个小畜生害的，我跟他没完，找律师，一定要找律师。姓冯的，你明天再去把丽丽给我保出来。这老太婆再怎么样也不敢跟叔叔犯浑，于是只能朝着自家的上门女婿发泄怨气，然后接着回去继续疯狂的制造噪音，通过报复我来泄愤。王丽芬整整折腾了一夜，把自己都搞得精疲力尽的同时，让冯浩南和周青铜父子也没有睡好。一大早，冯浩南领了老太婆的一只，顶着黑眼圈再次去了律师事务所。
什么？你老婆周丽丽又被抓回去了？张律师一听也震惊了，听完冯浩南的讲述后，血压瞬间就上来了。我说你们一家人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想要人家给你们出谅解书，你们不主动去赔偿道歉，居然还去威胁人家。那个叫苦十八的只是想让你老婆赔钱，你们却是想让你老婆把牢底坐穿啊。这种情况别想了，哪有二次取保候审这种说法？冯浩南一脸苦相，看来这次要完蛋了，没能把人保释出来，回去还不得被王丽芬骂死。